过年的时候到人多的地方，包包要顾好了，因为在板桥车站前几天就发生了抢案。当时民众是在美食街用餐，把包包放在了椅子上，结果就被抢匪锁定，而且被拿了就跑。还有当时是靠着铁路警察合力围捕，才逮捕到这名嫌犯，同时呢拿回了包包。